敬礼。师父好，全球评骰之一，大家好，祝大家互道亨通，一气流行，一切顺利，新年快乐，耶、yeah! ！好，军们大家好，祝大家我们在这个兔年能够兔年行大运。那么当然呢，在道场我们要用师父给我们的眉门精神为大家注入正能量，还有意气和气。好，我们大家一起来眉门精神，走，一二一，动起来，动起来。知音们一起团练评骰30分钟，甩出健康幸福和平，健康幸福和平甩。30分钟，眉门一切流行，李凤山师傅评甩功，甩掉浊气，甩掉病气，甩出健康，甩出活力。现在一起来练习，双脚平行，与肩同宽，轻松站定，保持中正。每回甩到第5下往下蹲的时候，膝盖轻松地弹2下。平甩功预备，呼吸自然，两手平直前伸，与肩同高，微笑放松，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，1、2、3、4、5，很好，2、3、4、5，注意放松，4、5、1、2、3、4，保持自然，1、2、3、4、5，非常好，继续稳定的甩，4、5、1、2、3、4，最后时候注意弹
膝盖弯弯，不要用力。四、五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一、二，放轻松，不要越甩越使力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一、二、三，继续保持规律，一、中正平衡，三、不要越甩越快哦。五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自然养成规律，将有不可思议的效果。四、感觉轻松愉快。二、更感受到身心舒畅。五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气达指端。二、三、食指连心。五、一、二、气机传导到五脏六腑。五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一、二、三，每日十分钟，全体通一通。三、四、五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一、二，每日二十分，全体更轻松。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一，每日三十分，气运更亨通。五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注意修正身体，二、身体不可歪斜。四、五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心正引导心正，一、二、心正引导气正，四、五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气正推动心正，一、二、心正推动气正，五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一、二、一蹲放松，四、五、一、二蹲气沉，四、五、一、二、三蹲到底，四、五、一、二、四蹲回流，五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一，回流传导至底端，四、五、一，继续运转到末梢，
五，移，末梢传导到六腑，五，移，一沉到底，又回流，五，移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移，循环不已，三，生生不息，移，上下一外，三，里外合一，五，移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移，二，平甩钩可以达到了自我检查和调整效果，二，摒除一切的依赖，启动体内的自愈力，二，做自己的医生，在根源上加强本质，二，改善体质，四，变换性质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一，二，三，甩出恭敬的心，一，二，甩出感恩的心，五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心灵全然敞开，二，三，人生充满智慧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一，二，三，练功吃素，五，一，八大运耳，三，己力利人，五，一，己达达人，三，四，五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平易近人，二，三，平常自然，五，一，平铺直叙，三，四，平步青云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一，很好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一，二，注意放松，四，五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非常好，一，继续稳定的甩，四，五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蹲的时候注意弹两下，膝盖微弯，不要用力，四，五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一，二，放轻松，四，不要越甩越实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一，二，三，继续保持规律，一，中正平衡，三，不要越甩越快哦，五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自然养成规律，将有
不可思议的效果。四，感觉轻松愉快。二，更感受到身心舒畅。五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气打指端，二，三，食指连心，五，一，气机传导到五脏六腑，五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一，二，三，每日十分钟，全体通一通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一，二，每日二十分，全体更轻松。二，三，四，五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一，每日三十分，气运更亨通。注意修正身体，身体不可歪斜。四、五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心正引导心正，一、二、心正引导气正。五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气正推动心正，一，二，心正推动气正，五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一，二，一蹲放松，四，五，一，二蹲气沉，四，五，一，二，三蹲到底。五，一，二，四蹲回流。五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一，回流传导至顶端。四，五，一，继续运转到末梢。五，一，末梢传导到六腑。五，一，一沉到底，又回流。五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一，循环不已。三，生生不息，一，上下一外，三，里外合一。五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一，二，平甩钩可以达到自我检查和调整效果，并除一切的依赖。
启动体内的自愈力。二，做自己的医生。在根源上加强本质。二，改善体质。四，变换体质。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。一，二，三，甩出恭敬的心。一，二，甩出感恩的心。五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心灵全然敞开。二，三，人生充满智慧。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练功之术，五，一，八大运力，三，己力利人，五，一，己达达人，三，四，五。常自然，五，一，平铺直叙，三，四，平步青云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一，二，三。四五一，很好。二三四五一，二注意放松。四五一，二三四，保持自然。一二三。四五，非常好。一，继续稳定的甩。四五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一，二，三，四。蹲的时候注意踩两下，膝盖微弯，不要用力。四五一二三四五一二，放轻松，不要越甩越使力。一二三四五一二三。继续保持规律，中正平衡，不要越甩越快哦。五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，自然养成规律，将有不可思议的效果，感觉轻松愉快，更感受到身心舒畅。五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，气达指端。一二三，食指连心。五一，气经传导到五脏六腑。五一二三四五一二三
十分钟，全体通一通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一二，每日二十分，全体更轻松。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一，每日三十分，气运更亨通。五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，注意修正身体，身体不可歪斜。四五一二三四五一二三，身正引导心正，一心正引导气正，四五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，气正推动心正，一二心正推动气正，五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一，一传到底又回流，五一二三四五一，循环不已，三生生不息，五一上下一贯，三里外合一，五一二三四五一二，平甩钩可以达到自我检查和调整的效果，二摒除一切的依赖，启动体内的自律力，二做自己的医生，四在根源上加强饮食，二改善体质，四变换气质，一二三四五一二三，甩出恭敬的心，一二甩出感恩的心，五一二三四，心灵全然敞开，二三人生充满智慧，一二三四五一二三，练功吃素，五一法打愿力，二三己力利人，五一己达达人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，平易近人，二三平常自然，五一平铺直叙，三四平步青云，一二三四五一二
干净，共创全球健康，世界和平。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一、二、两手不用力，自然回到身体的两边，眼睛轻轻地闭上，放轻松，呼吸保持自然，享受身体的脉动，享受呼吸的稳定，享受在规律中自我控制的喜悦。一切流行，一切顺利。今天就练习到这边，一起来尊师重道，拱手作揖，谢谢师父。无论是打坐、禅坐、静坐，最重要的就是保持安坐，也就是安心的坐着。我们现在呢，带着大家慢慢的进入状况，坐。静坐，静静地坐着，把身体调好了，让它感受到平衡，把呼吸调匀了，让它没有丝毫的急促，把心调稳了，让它没有丝毫的起伏，一切都调顺了，调稳了，调和了。这个时候再来感受放松、放心、放下。这一切都是暂时的。所谓暂时的，也就是无论怎么放，能够提得起，放得下。越能够放的人，也就越能够提得起。越能够提得起，也就越能够放得下。一切都能彻底，一切都能讲究，一切也都能追寻到究竟的境地。保持轻松，心平气和，为什么我们要练习静坐？
我们没有冥想，没有幻想，完全在知止上下功夫，静静地坐着，也就是知止的功夫。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。身体保持坚强，呼吸保持顺畅，心情保持明亮，灵性保持清净。所有一切的行径、行为、行动，都保持自然的流露，自然的运转。静静地坐着，重新再感受一下，放松，放心，放下。放松，放心，放下。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扇门，有的人只有一扇，有的人也许有很多扇。我们要练习把我们的心门打开，不断地打开。当我们有任何纳闷、任何疑惑、任何困扰，把我们的心门打开，打开再打开，只要还有那么一丝一毫的不自在，就把心门打开吧。慢慢的，各位就能够看到不同的世界，不同的社会，不同的写照。一切都从心开始。我们再度关照一下，我们的心门打开了吗？把它打开吧。一切都在那打开的一刹那完全的醒悟，完全的通透，以至于不再困扰，而达到究竟的高度信仰。好，把眼睛慢慢地张开，保持安定，保持稳定，保持泰定，保持如如不动。虽然眼睛看到了，但是没有思维，没有思考，
没有思虑。静静地看着，保持清净无为。好，慢慢地摩擦各位的膝盖，而后慢慢地把腿伸直了。用你的手去勾勾你的脚，以至于完成了美妙的打坐。各位有没有感觉到很好？有。有没有感受到刹那就是永恒啊？各位要注意，这个打坐跟所有的功法都一样的，你怎么开头，你怎么结束，把开头弄好了，把结束弄好了，中间的过程也就顺畅了，也就顺畅了，也就顺理成章了，不慌不忙。还是那一句话，不停就是快。谢谢各位。谢谢。谢谢。大家一起来观赏我们准备的贺岁新年活动。